我们那孙女带来来呀，不料今天我们饭太少了，是。不过我先讲啊，我今天没有带到相机，其实我带到了，这个是一个很悲哀的故事。我带了相机，然后我也带了脚架，然后我没有带到 battery 和 SD 卡，所以我只能用我电话拍摄，所以画面会有点不清楚，大家请原谅哈，我已经尽量拍好一点给大家看了。OK， 现在我们已经找到 parking， 然后要进去那个 restaurant 了，因为我们已经迟了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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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是三六，我是六六。我们上到了这边了，然后还要做一个 lift 再上去了。啊，不过来。脚这个你尴尬。哎，你尴尬。哎，对呀，老家。好。嗯。白花鞋啊，靓吗？靓到啊，高太高级了。是的咩？坐到我慢慢舒服啊，太高级。我穿啊都系用嘅，哎呀，哎呀，慢慢搞啊，经常去忙啊，这个。我这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，跟我讲。我其实我也是。看了很久，然后这个是我选到这个比较平价的地方，然后刚才发生了不是很愉快的事情，因为我跟他订了那个 dinner set， 然后他跟我讲坐外面的是没有给我们的，他要讲坐里面，然后你才可以 order 那个 dinner set 的，然后我们就走进来坐，然后里面也 OK 啊，但是我怕宝宝冷哦，那可以这样讲，开始有点冷了，收音可能不是很好啊，因为我现在是用电话的。Sorry 啊，你看我们 order 什么？就是婆婆最喜欢的 burger 和披萨，可是婆婆今天不想吃披萨，然后我 order 了 burger 给她。这样子是，哎呀，麻烦了，是不是？婆婆很棒，婆婆很棒，韩国龙啊，白了，让到让姑娘都看呐。食物来了，那来第一道菜，那个蘑菇笋啊，你吃啊，好吃吗？啊，是啊是啊，嗯，好亮，亮啊，好亮，嘿，你我总还好吃，是哦，感觉真好饿，真的。那包面包来去，蘑菇面包，那只嘿蘑菇诶，那只嘿多面多诶，来吃啊蘑菇饭。安用安用呐，安用呐，那那那啊！太难了，吃啊！好吃没有？好吃啊！好吃。我吃都没豆的，真是。可以吃啦。你吃翻毛了就？阿妈开都可以吃哦，你阿妈你又强了。好吃嘞！今天晚上你找我。因为我一直以来其实蛮喜欢喝 mushroom soup 的，可是我外面喝的辣就真的是味精的那种感觉，然后黏糊糊的那种汤汁，可是这个的话它是每一口里面都很多蘑菇粒，然后有很 creamy 的味道，所以我觉得这 mushroom soup 是好喝的。然后这个面包的我比较喜欢 tomato 口味的 mushroom， 这个我觉得还好，但是个人口味啊，婆婆觉得 mushroom 这个好吃耶，草莓豆那个就是有带一点那种 garlic 跟 butter 的那种香味，很配，很意外的。这只是前菜包啦，我们还有 main 的还没有上，期待等一下的。哇、哦，老诶，婆婆这样快吃完了哦，那个 mushroom soup。你看我的还有这样多，然后婆婆吃完了，哇哇，都不饿。阿娘嘿，你嘿好好吃咯。可以啦，有冇冇飲啦？咁呢個價格啊，做嗰陣時差唔多啦，做到實際啊。
几分打几分？打几分啊？慢慢分啦、啊，八十分钟啦、啊。哈哈哈！又来了一样，这是 order 给朋友的披萨，哎不。不可，我一直想吃披萨，因为我们之前很想吃披萨，可是他今天不要吃。Okay, 所以我们就 order 两份给婆婆，这是里面是鸡肉啦，但是。然后这个就先切一半，因为婆婆吃不了很多。奶奶切，你帮我切好没有啊？不可不可真的是很难切的东西。修关枪了。关枪。啊，谢谢谢。啊，小心吗？小心吗？嗯，对了。啊，你试下。很怕个哎。我这四百啊，还都吃到黑黑了，真的。真的很大份啊。要好大份。那我们来讨论一下，不过要讲吃到好吃香。假假这样吃前面一口。我居然吃到有黄鱼耶！黄鱼在本哥里面。有五毛钱，嗯，它肉也不错，好漂亮。然后我们也放了其他的，有个是猪前翅，然后一个是肉鸡跟肠，再是鸡扒，再一只菜扒，啊菜扒，然后那里有一只薯泥，再是一只卡布纳拉牛腩，哦，哎。这样，我觉得超不错，它很有烧烤的香味，而且很大份哎，它有给这个面，啊，你要试它的菜饭吗？啊，然后我们还有一样是 fish and chip， 这个 fish and chip 也是看样子很不错啊，然后鸡仔的熬鸡仔来做的。啊，好香！一只五块耶，五块耶，五块。好香哦！它的鱼真的 OK， 它的鱼不会，它的皮不会太厚。看到吗 ？OK。对，我们要开始吃东西了，所以试吃环节完毕，所以。我们还有叫一杯水，这是 ice lemon tea， 还有的选这个是 set 啦， dinner set 啦，它是有给我们选一个 main 然后一个是前菜，它有包括汤跟一个面包来给你们看的那一个，所以大致上就是这样。吃饱了。哇，天早天难啊，咩咩近日啲教学校教啊，还有冷天嘛那啲，没有想到，不然叫婆婆带一个 jacket 来，咩咯，要带个 jacket， 然后很大份，很饱，好吗？好饱，好饱哦，啊，好饱，嗯，然后，爱打麦克的啊，麦克帅呀，麦克真的很大个，我们三个人吃。一分之一的那些都饱了都，冇，因为你只是因为一只树呢，一只生只树你自己认识哦，我应该同意share哦，你自己认识哦。你要打几多分？十五吗？对呀，我讲加银子啦，啊，可以啦，有你享受嘛，享受。耶，这边的服务的话，可以啦，也还好，但是没有到很好啊，因为。我们刚才一来的时候可以在这边讲，然后刚我们一来的时候是他安排我们坐在那一边，可是因为那边就不懂哎，就这个位置好像很小，后来他又问我们要不要坐出去，因为他可以换的，然后但是他把我们晾在那里很久了，就是没有人过来设伏。对，昨天就这个舒服啊，哎，门不会高高啊，哎呀，还讲得落地了。其实他有问他讲，如果高椅的话，那个老人家 OK 没有？然后我一开始讲 OK， 可是坐下我们还是走进来了啦。他们服务员他的那个耐心还算是 OK， 只是他们不会很主动的一直过来问你东西这样子。Even 是我已经举手叫他们过来，我还是等很久，你知道吗？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不是很开心啊。
然后走了进来，哦，上菜了，就觉得还好一点。然后这个的话，他讲是要提前，你们如果要来的话，那这边是要 booking 的，会比较好，你就会拿到你要的位置。我已经前几天 booking 了我，但是还是full啊，所以应该要更早 booking， 你才可以拿到外面美的位置，因为外面你可以看到 KLCC， 可是那些位置大多数已经很快就满掉了。我找的这一个，它是算是比较平价的 skydiving。我不懂它最终价钱是多少 ，OK？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，你们可以先猜一猜是多少价钱，给大家看是不是真的是平价。但是我觉得环境来讲其实是 OK 的，不管是里面的还是外面的，还是室外那边的，我觉得都 OK。但是我觉得如果住室外会更好啦，就是有夜景可以看哦。还有如果要拍照什么的，你可以走出去外面看。这边有好东西讲咩？哎哎，讲不讲？哎，点解要食？要买个螺啊，要食。冇螺啊嘛，你爱讲你讲嘢，感受。感受。啊，感受，好啦，来到后一面讲啊。哎，就氛围好冇啊，话靓冇啊，可以啦，冇咸啦，好高级啦，啊。一口教啊，又捱行出衣，捱到咁快下背，快下背捱到。你有恐高症啊？捱冇，不过捱教，望下去都系强嘅。因为你可以看啊，好多狗狗睇下啲狼入边好多狗嚟噶，而家擘开啲房见过。佢哋国外嗰啲，所以如果你想要来体验的话，我觉得是 OK 下的啦。啊，喺毛雷哥可以来啦，来见识下人生的东西啊，要享受诶。我来看下咩先。我睇你抽考住咩嘛？啊，唔使我问掉只锁啊，用只锁钉，用钉钉安安嘅嘢，出来见下个人个相，又系锁。OK OK。我要架低原来喺你自家来啊，安啊，咁又来到廿度地方，嚟到例如话，例如话后机会，后菜鸭啊，笋鱼啊，咩大虾，啊，又笋鱼大虾，大虾。但 overall 来讲啦，我觉得真的可以有八分啊，满分十分，我给八分了。还分几分啦？分面积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帖是棒的。OK， 等一下我们来看价钱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吃完了，然后它这个有了看外面的，就是给你们拍照的地方，因为可以看到 KLCC， 然后我们就出来了，但是我已经站在那里看了。哦，带几把椅子呀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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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让啊，让，你看，让，让我，让我注意下，是他的，要判断谁该有。哎，不累去哦，有几多累？来付啊，三百五。毛，毛啊，总共平的，等他，刚才给钱了 ，OK。等一下，给你们看看，刚才。的价钱是212.3元，哎，又 OK 哦，三折银啊，系吗？嗯，因为它其实算是比较平价的 skydiving 来的，然后刚才的体验也算 OK 啦，所以要带孩子上来看它，然后还有这个风景看，可以拍照一下子，因为反正也没有来过嘛。然后刚才我其实是叫 package 的，然后如果要 package 的话，你们要早一点去给钱，就是你要 pre order， 然后他才可以给你的。那个是140两个 packs， 够我们叫过一个 burger 是 extra 43块，够他还有一些 service charge 那种哦。啊，这是，哎，好洋相，搞我呀你，快。KLCC 就是这边啦，所以哦，我还没有讲到这间店的名字，是不是？还没有讲到这间店的名字，不好意思，这是 MV Sky Dining， MV Sky Dining， OK， 这个不是在帮他们打广告，就是体验罢了，可是我自己给钱的，所以大家如果对这边有兴趣的话，也是可以来一下啦。旁边有人，所以可能有点声音，不好意思。你去过那里吗？
超多高领先啊，你都发不重要了、欸。真的很可惜耶，我带有相机来，然后我没有带到 battery 跟 SD 卡，然后我就真的是很生气、yeah. 很想打死自己，不然的话这个夜景应该可以拍到更美一点，是不是？太阳啊，好啊，你才做街看风景啊，月亮的风景啊哇，也是那个婆婆一看太傻我死你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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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所以今天的 video 就会到这边啦，谢谢大家的喜欢，拜拜，拜拜哦，喜欢的话可以，哎，我没有讲过这一句话，就是喜欢的话可以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 还有可以 follow 我的 IG 和 Facebook， OK， 拜拜。In case 你们要知道、哦、我们那个 parking 场啊，它是从这个电梯来的，然后电梯来到这边，上到这个 lobby 这边是 G 楼，然后你来到 G 楼啊，过后你就要走过去 counter 旁边，然后它那边还有一个楼梯，特别给你上到33楼，然后上到33楼就会有一个地方样子，然后再给你去搭一个 lift， 过那个 lift 是专门搭到去36楼。那个 skydiving 的地方，所以你们要分清楚啊，不要，因为 parking 场我们是摆在六楼啊，好像是 level 6那边，然后 parking 场我们就搭到这个 lift 上来，搭到这个 lift 上来，然后就会看到一个地方，啊，搭到 lift 上来就来到这边，然后那边有个 counter。慢慢大家注意，故意要机会闪过来呀 ！Hello， 我都掉黄叶了，最开心嘛，要拜年，耶、yeah, ，回家喽！要依家出去搞，安安还要出来见啊，吹下风子啊，有人都够香的啊！哦，哈哈哈哈哈。